3, 2, 1, action！ OK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折返参加，因为我们我买了一个新的包包，因为之前的那个 bag 呢已经不够我们收纳一些我们要拍摄、出门拍摄的器材了，所以我们就换了这个。哟，这是从淘宝，中国淘宝进来的。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它吧。Squishy， 我有东西是什么？看好哦，它有那个书包的 bag。 哦，好，拿出来了。可以看里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就来慢慢开它，大概呢可以放一个17寸的电脑，蛮大的。然后就是它是一个背包，它有一个在上面的。 备有就可以用手提的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旁边哦，旁边这里也是有手提的，一个手握，两边都有，超棒的。我刚刚发现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我们的那个 charger， charge 电话的话可以用这里，这里有个孔，是 for USB charger 的，超高科技的。看看一下里面，我来开，你要来开里面。哇 ，My God！ OK， 这是第一个是可以放一些小东西，拉拉杂杂，好玩。OK， 它是第一个差不多这样小的一个空间，这是在最上面。然后我们要看下面。所以它有一个，我们来算一下它有多少个这个空间。所以它是有一个小个的，然后再来我们要开第二个吗？第二个在哪里？这个前面这里有第二个，第二个这里呢就有很多个这种大小小的一些收纳。这里可以开啊。对对对，这里有一个收纳。 格是网状的，所以你放在里面，你打开你就能看，比如说什么东西在里面。OK， 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开第3个，好像是有一个线条。哇塞！哎，它有一个哦，它有一个这个很好哎，哦，这个是开放在里面给它撑住的。哦，你看里面打开，哇，它有一个超大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 USB 的接口，你就可以这样接着那个power bank， 然后呢你就可以接在外面打电话。然后这里你看它可以这样子直接打开来，那个橱柜这样子。这一边有一个收纳区，然后反过来这边呢也是有一些收纳的地方。 可以收好多东西哦，这样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来扣。哦，它可以挂东西吧？应该是可以挂东西。这个，我们现在要开第4个格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第4个格。没有吧？第4个格在哪里？哦，有啊，这里有个第4个格。哦，这个应该是放电脑的。哦。这是一个。 这是一个放电脑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它还有另外多加2格。哦，这里有小小个的一格，哇，也是可以藏东西，可以放在那个这里。OK， 这是第4格，特别的大，是应该就是放电脑用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找看一下，好像有第5格，第5格就在这边。来，第5格在这边，它是一个暗格。 对，它就是我们背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暗格这边，这样小偷就没办法偷到，因为我们背着。这个是第5个格对吗？还有第6个格吗？哦，还有一个第6个格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暗格，在它的背包的这个背的地方还有一个超小的，这是超小的，可以放很小的东西。这是第6个格，然后还有吗？哦，旁边这里也可以耶。 旁边这边两边也能放东西，超棒了！这个包包可以放好多东西。哎，我要看你带起来。背起来。不是，等下你带了，然后你是这样。等下他是这样，看得到吗？嗯，看得到。可是就是这样子。嗯，可是你要动这个，拿这个。那它像一个降落伞。好像baggy bag。我们呢，现在呢就来做一个整理，把我们的这个日常会用到的一些器材呢，先把它装进去这个包包里面，试看它能装多少的东西。Let's go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拿了一些我们平时会拍的一些器材呢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把它装箱进去。首先呢，脚架应该会放在第3个。收呢，这些呢应该就会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长脚架每次就是没有办法收，这一次我们就可以把它收在这里，刚刚好，它刚刚好可以放在里面。然后这是我们的 GoPro，GoPro 通常我们也是收在这个地方。多一个还有一个，然后还有多一个脚架，小脚架。这个两个。嗯，还有一些小器材。这个麦呢，我们就放在这边，有时候会写一些 要拍的剧本，我们把它收在这里。 就这一个 ，OK， 下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环保袋，我是会带一个环保袋。再来就是电话，电话还不用。然后我们的这个power bank 可以分开来，就这个呢可以装在它的那个充电的地方，所以就把它装在这里，然后收进去就可以打开它，然后就可以充电。 还有就是充电器，充电器就放在这里吧。还有一些每次要用的一些 USB， 这个叫什么 ？Thumb drive 呢，我们就把它收在第一格吧，收在这里。还有电话，这个是一个 tablet， 我们就把它收在这里。OK， 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这里。完成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用这个包包呢去拍摄 vlog 啊。我们可以放在。 活动啊，去外面走走的一些影片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然后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们，然后按赞，然后不要忘了分享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可以开始啊，哎，把手拿出来。Oh my god！ 哦，按错了啦。妈妈，你是鸟。 讲拜拜的话，我就讲拜拜。对，你没有等我讲啊。讲哦。拜拜。这样子，拜拜就。